经验。所以我们第一个试点成功了，这个试点成功，现在第三个也开始啊。那我们就希望说的慢慢有经验，那我们就去下半年呢，我们就可能一起用五个小组来开始，五个幸福小组开始。幸福小组受洗的人还是归回原来的细胞小组？是的，同样的人。你的意思是一个细胞小组他自己在派生一个幸福小组？是的，不跨组的，对不对？然后继续这样复制下去。不跨组原因就是说这些人信了主之后他要回到家里面去，因为他这人很熟，突然又丢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里边，他就是水土不服，就持续的更新他。是的，还没有问题。其实幸福小组我觉得不是技术性不高，就是你用心去做，投入程度很高。对，你在这个幸福小组当中的时候，这个只能让他受洗过程当中就不要再参加教会的受洗班吗？很好的问题。那我们教会里面说的因为他们这八周当中呢，基本的纪要这些都学完了，那我们后来就发现呢，说他们和教会的这个受洗不同，所以我们就请潘师母有去有讲简单的受洗班的课程。那有些没有上完的呢，就是也可以到教会，就不定就是我们幸福小组的这个受洗的这个 quality 很重要。我们不是说那个89岁老奶奶很特别，因为她身体也不好，要89了，说真的也没有办法。那普通的就是我们在小组里边然后呢有小组的受洗课程，然后到教会里来受洗。我想以后如果说是像这样的话，教会可能有很多的受洗不一定在教会里边，那我们在弟兄姐妹家里边就不定庄稼熟了就收割就受洗，不一定要到教会里边。对，在这些 best 如果来参加的时候，比如我们就说这个同工们能不能够，比如说请传道人什么来跟他们说一些信仰的事情？可以，但是我们不提倡，因为幸福小组呢就是一个福音的扁平化，不是精英的，就是希望如果牧师师母来讲得很好，弟兄姐妹有机会，那希望呢所有这些八堂课呢都是由弟兄姐妹讲，用他们熟悉的语言他们来讲，这是一个门徒训练的过程。如果我们在教会细胞小组也是，我们小组里边基本上就是牧师传道人基本不去参与的，我们偶尔去看一看，因为这是一个平行的一个运动。我觉得说不要替代，你不要带到，带到没有好处，就要小组跟他们自己去做。但是如果是 guest 他们自己觉得要，他们觉得某一个人讲的东西他们爱听，很愿意再听他们来讲，但是好像你们小组讲的他们都爱听，因为这些都是他们关心的问题，很爱听啊。另外他讲我们八堂课之后呢，我们有名人讲座，一个名人就指的说在教会里边一些灵性美好，那也有事业有成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人，或者说是有传奇故事的人，而他们来讲其实也是一个跟进一个兼顾。因为好多信徒也觉得很信主的就是苦哈哈的走投无路才信主，这教会的这些人有头有脸的，他们也信得这么好，那我还干嘛要整天僵着呢？所以这是有三堂那个名人讲座，我就请一些人来讲。像牧师，你花多少时间培育这个信徒小组的小组？我很惭愧，我就讲两堂课。这我们都是走地鸡，自己找食儿。走地鸡，对吧？因为我觉得这个你一定不能给喂，他们自己，你看他们就是反复去学，原则有了，方法有了，你自己学去，对吧？我基本没有太去管他，因为我觉得这种你管，我们就是有问题了去找。对，你管的话，那他们永远不能，他们自己做，就跌跌撞撞。因为生活小组分的本来就是一个。就是一个尝试的，那圣灵怎么办？对，很重要。我觉得透过幸福小组呢，弟兄姐妹祷告的火点燃，而且弟兄姐妹真的很谦卑，而且我们教会现在新朋友感到自己很荣耀，因为他们一来呢，大家都希望和他们打招呼拉他们过来就关心人很多，所以新朋友在教会很牛的很牛的。那以往以前呢都会冷漠嘛，
我觉得是个要改变的舞蹈文化。但我们现在刚开始，我们教会很多小组，这只是现在是两个班啊，那个是刚刚开始。如果你们有机会的话，你很有的话，你可以过来看一下啊。包括房间的布置、节目的设计，都是讨好舞蹈员。我说他意思说，让舞蹈员感觉舒服的。都是自己的 idea， 对，都是自己的 idea， 自己 idea 都不一样。在教会里面还是在家里面？我们这个，我们专门那个红楼啊，很漂亮。我们那个就是美食天地的地方。对，就是那个红楼，就是那个地方，对。专门。哎，布置很漂亮。他们来了之后呢，有的朋友，我们那个小组第三个新的小组，上个礼拜我去参加的时候，那个人说，我一进来我觉得我很幸福。这一本我们是就是孤本费四块钱，我们那个拜托说为了这个找钱容易五块钱。我们教会这个受训的工会要买，因为我觉得。钱让他觉得珍惜，他就丢掉了。而且幸福小组呢，你在全到高中去也没有材料的。高中去我们去了两趟，一张纸都没带回来。好，好啊，我就到这里啊，谢谢大家参与，好吗？啊，希望你们的幸福小组可以成功，谢谢大家。